在樟宜机场从高处跌下，摔死在电动扶梯上。环境发展部长林瑞生就实验室发生沙斯感染向国人致歉。外国人申请到我国创业，不再看教育程度和薪金，而是看创业计划。台湾修改历史课程，把台湾近代史抽离中国史，引发大争议。你好，晚安，欢迎您收看优频道10点新闻的直播节目，我是王燕青。